大碗牛肉面好了。天哪，老公，这不是你前女友吗？这么大碗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服务员，一份牛肉面，两个碗。不用啦，宝贝，一个碗就好了啦。人家把你送我的宝宝碗拿出来了啦。可以啊，我家宝宝吃饭跟小猫似的，真可爱，不像那个林小棠，饭量跟头猪一样。就是。喂，老公，一会儿你接我去公司吧，我点了一小份面，一会儿去喂公司楼底下流浪狗。林小棠，你，老婆，你带的面呢？什么面？你不是要喂流浪狗吗？我今天第一天来你公司上班，怎么会知道你公司楼底下有没有流浪狗？那你，行了，我去上班了，记得我们当时说好的啊。好，时刻谨记，在公司保密我们的关系。真乖。小唐，你坐这儿。哟，原来今天来公司面试的新人就是你啊。林小棠，江芝现在可是总监哎，你该不会惦记总监夫人的位置吧？我对你们这霸总娇妻可不感兴趣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！刘姐，有我呢。今天也是精致的江太太呢。这谁的雨伞啊？放在地上。外面现在正在下雨，伞不放在地上，难道放在桌子上吗？我不管，你的伞吓到我了啦！李助理，传令下去。从今以后，公司禁止出现雨伞。难不成以后每次下雨，江总监都要挨个开车把大家送回来？是，总裁，是我考虑不周到。是啊，老公，我觉得林小棠和总裁怪怪的耶，他不会是想勾搭上总裁，然后压我们一头吧？你放心，就一个林小棠这口气，我替你出。啊。